Biz 大新。去越沾就越大，从早到晚尽情享受麦克鸡块，把加 espresso 一下，飞利浦赛扣咖啡机全系列优惠中。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今天这个专家准备好了，短线标股要看谁呢？大文哥先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像友达今天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这两天这一个礼拜有去买友达的，你今天通通是赔钱，这个给大家一个教训的啦，就是说买股票你不要光看消息，对不对？前两天都在讲外资上看30啊，怎么样啊，打一下友达的股价，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友达股价全国投资者自己好好摸摸良心，早在两个礼拜前就躺19块就不动了，懂不懂？这就是已经有出货的格局，所以今天跌停一点也 no surprise， 赔钱的人自己先打个屁股，写个悔过书，下次牢牢记住哈。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两档股票，一档是这个自身，一档的亿家哈。来，我们先看看亿家的股价啊，导播，亿家啊，全国投资人，去年啊，亿家啊，去年的时候亿家攻到50多块，全市场都在跟你谈亿家啊，全国投资人。近日我相信你看不到有报纸新闻跟你谈一家了，对，为什么？股价在低档啊，所以当主力大户在吃货的时候，我跟你讲报纸新闻你是看不到的啦啊。好，我们近期放大一点啊，大家看一家其实近期股价大家注意什么，在30块以下已经足了一个啊将近几个月的底部。来，我们看一下一家基本面哈，一家基本面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它去年的这个近期转机了啊，本来做键盘的啊，这个按键的，它切入了行动装置，那也就是车用电子。最重要说，前几年一家获利都是1块钱，去年获利3块钱，3.2啊，图暴增3倍，甚至今年上看4块。所以一家股价近期又在底部，它又切入这个行动装置软板啊，所以未来配合的基本面，近期再注意，特别注意看近期突破30块以上那下面的量。啊，发到已经让你知道已经有人俩公在买了，对，好不好？所以这种股价你好好的特别注意啊，我是把操盘的经验告诉大家。再来一档自身，那大家看看自身啊，它本身电声产品打入了 Apple 的供应链哦，那相机模组打入了谁？小米哈。那再来看看自身，来股价，大家看一下啊，自身最近也很强，对对对，看到没有？近期也是突破30多块以后，突破4字头以后，近期哈。爆量，再来看看外资的法人的买卖超啊，对不对啊？近期啊，在拉远啊，近期有没有看到？在买，法人也是啊，拼命的买啊。对，所以这种股价就是告诉你，它40块目前是一个刚刚啊这个发动突破格局啊。那刚才亿家也是一个刚刚底部酝酿要发动格局啊。所以以后买股票啊，你要懂得从筹码面去选择你切入的时机啊。群创友达今年。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这一个两个礼拜切入群创友达是个很糟糕的时机啊，所以今天跌停没有什么意外，筹码凌乱。那刚才我跟大家讲了，亿家跟自身都是筹码相当稳健的，所以现在这样的股价，我们认为当然筹码稳定就有继续上攻的力道。是。好，所以是在这个大文哥今天提供啊，自身跟亿家两档个股，刚刚看到现形真的都蛮漂亮的哦，而且呢，筹码啊，现在大家一直在加码，后市会不会发动呢？我们来看看了。好，接下来浩哥呢，浩哥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个股啊，在最近比较有机会一点？那现在指数是在9300点，不是在7300点。我很赞同我们的同乡张哥刚才提到的哦，友达，你看看两个礼拜之前在高档都已经涨不上去，高档震荡，然后涨不上去，一根利空它就往下跌。那当然居高必须思维，所以我们要特别去留意布局，尽量找一些位阶是在低基期的，我想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今天我介绍各位投资朋友的这一档个股叫做2233的宇龙。
容。为什么要介绍这一档个股呢？其实在于挑选一档个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能挑选一个最坏已过去，而目前正是成长的开始，而位阶又是在于几乎是最低点，我想它的机率会相当的高。那为什么选择这档个股？其实我们从现行架构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到，在三个月之前是呈现一个大跌的走势。那最主要原来第四季是羽绒它的一个营收的旺季，那我忘了介绍说羽绒在做什么，不是做羽绒衣哦，这羽绒是在做重卡重型卡车，才有重型卡车它有一个引擎喷嘴的那一个区块哦。那这个区块当然会跟重卡的销售量呈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相关。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在这个第四季的时候仍然处于打房的之间，所以它基础建设啦各方面都还是在于衰退的过程，经济成长力也没有快速的复苏，所以在那时候它的营收并不如预期，尤其这个包括俄罗斯受到欧美的经济制裁，所以整个出货量不如法人预期之下，股价呈现一个重衰，来到几乎是起涨点。但是你要特别留意哦，随着我们中国降息之后开始又重新回到所谓成长的力道，加上它的十二月营收一公布出来回到成长基期1.73亿，那这个时候已经是来到历史的相当的高水位，月增来到 20% 了。所以现在法人也很清楚知道，从十二月份之后羽绒已经正式再重新回到营收的成长的轨道，所以法人预估今年的 EPS 高达到7块，这个7块是历史新高哦。那如果说是这样，它的预估本益比是相对的区间，大概是最低大概是只有13。我们特别带一下哦，法人的买超，尤其是投信，你要特别注意哦。法人投信近期刚刚偷偷，目前来讲，你看看连买了几天。4、5、6天，对不对？最近刚刚是出买，投资朋友，我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哦，如果你要守株待兔的话，千万要记得，法人之前都不买，刚刚开始买，股价位阶在最低的情况之下，类似这样的族群，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我刚才提到了哦，营收获利今年华人故事创历史新高，股价在历史最低点，那你认为它有没有机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之外，另外一档就是4161的裕鑫科。这档个股啊，在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报告说，这个虾红素将会成为市场健康食品的主流，那它一样之前也是没有量，一直在那边压，对不对？对，今天一根长红往上做攻高，那当然已经涨停板了，我并不建议投资朋友这时候去做最高，但是反而在出量的时候，你拉回你要特别留意，这一档个股在生技的族群里面是率先底部发动的一档个股，拉回要特别留意。好，接下来明哲赶快今天的这个个股选的是谁？好，我刚刚听到那个浩哥在讲股票，我真的觉得公司取名字很重要。你看要守株待兔，然后现在天气又这么冷，你这不穿个羽绒衣，大概会先冻伤吧。所以你看，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好像可以买的感觉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哈。你也是发发发的，对不对？我们也是发，没有错了。我们是连续发，连发科、为什么选连发科？我记得我在12月22号、23号的时候，其实我们来这个节目，当时我记得他们当时探讨的一个主题也是跟关于联发科有关的，然后说是拥�抱印度，有外资调升它的目标价到30%。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问易华说，那你对印度的印象是什么？对啊，男尊女卑嘛。对，易华就提到说男尊女卑，所以我这个地方我要呼吁那个食品业老板哦，你要让人家以后提到台湾，不会想到那个学生很用功啊，不仅要背那个元素周期表，还要吃元素周期表。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在于说，当然在开玩笑啦，我是要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其实大家看到就是那个。其实那个媒体有提到，就是明年的应该说今年的一个这个印度的经济成长率，它会超越中国的一个表现，所以它等于是你看它拥抱印度，它等于是拥抱了全球接下来那个成长动力最强的一个市场，而且它的一个合作伙伴不是一般的那个泛泛之辈它是跟这个美国最大的搜寻引擎龙头叫 Google 合作攻新兴不是新兴那个2605那个新兴自有限攻新兴市场的一个
部分，包括我们当时我们提到，就是说你看连三星这么大的企业在印度都吃瘪嘛，他们最大的那个这个智慧型手机最大的销售是 Micromax， 他们当地的一个厂商，而这个时候他又跟他们的这个所谓 Google 合作，所谓的一个 Android TV 以及这个 Sony 的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大品牌嘛。那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思考一个问题啊，以现在智慧型手机那个作业系统的这个市占率来看，那个 iOS 大概只有两成多到三成，但是在 Android 系统呢，它有七成左右的水准。当它跨入电视这个领域的时候，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所谓的成长空间有多大。而且它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嘛，因为它之前并了一家电视厂商，电视晶片厂商叫晨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哈。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股价能够创下一个短波段新高，我觉得一点都不需要意外。但是如果你觉得联发科股价稍微贵一点的，那也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低价也是联家军的智源的一个部分，包括 Type C， 我想这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题材，而且它有机会出货给苹果哦，在三月份推出的 MacBook Air， 我觉得后续成长动力也很强，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观察。好，这是在今天专家的口袋名单，不过下个阶段同样很精彩，为什么呢？因为封关现在倒数十七天了。强中强的个股我们已经选出来了，还有大陆股市之前重摔了7.7%，两天呢快要涨回来了，到底接下来多还是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绵密的奶泡来自飞利浦赛扣咖啡机，快乐是自找的，快找马蒂斯大新彩金包，即刮即中彩金六万 iPhone 六，频频有奖。Matisse 大新，乐趣越沾就越大，从早到晚尽情享受麦克鸡块。听说啊，有邮局保单还可以借钱，是真的吗？我有急需哎。没错，只要先到柜台申请，不论临柜还是自动提款机、网络 ATM， 都可以轻松借还款哦。还有四大好处：轻松借、方便还，还款无压力。保险的保障一直都在，全台超过1300个营业据点，3000多台 ATM， 到哪都方便。欢迎，助你一臂之力。邮局保单借款，资金周转的好帮手。救急送暖，安稳可靠。中华邮政寿险保单借款。人在职场里，哪有不被 K？ 被打伤，被打伤，不投降啊，不投降，背黑锅，背黑锅，不洗下山，洗下山，做文件啊，做文件。我想一下，想一下，这就是你我天天锻炼的拳法。战酒金门高粱酒，倒丁饼做灰娘。蒲舍纳精选，方便携带，维田顺口新上市。蒲舍纳精选，方便携带，维田顺口新上市。梦在我心，雾在眼睛。愿相信，我要相信。敢梦想，敢追寻，轩尼诗 VSOP。哎，妈妈又头痛了，她每次都偷偷忍耐。妈妈，你看，不要吵。忍受疼痛不去管，可能迁怒家人。治疗疼痛不必等，普拿疼摩伊定，5分钟内迅速释放，24小时排出体外。照顾好你的疼痛，就是爱家人的表现。普拿疼。不要走，我们在一起那么快乐。2%，你千万不要离开我。2%，这次决定留下来。偶数日刷联邦，2%回馈再嗨一整年，让你2015年继续刷刷。联邦银行，把加 espresso 一下，飞利浦赛扣咖啡机全系列优惠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这个封关倒数17天了，现在呢，这个红包行情怎么来掌握？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你会发现说，在过去呢，我们统计5年了，5次里面有4次在封关前都会往上涨。那么今天呢，选出了个股哦，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个股有哪些？在义隆、启基、联展、瑞仪这边呢是同心电、嘉联益、中光电跟力鹏。你会发现说，涨率真的还不错哎，都有8成左右哦，那么涨幅比较多一点，在义隆哦，还有启基跟联展都超过了9%以上。好，这个部分呢，8档个股强中强，赶快大恒哥，我们来选一档哦，哪一档有机会在封关前真的会有表现？好，那当然我们就从第一名介绍了啊。既然义隆电有这种好习惯，是啊，那希望他今年能维持这样的啊好习惯。那我们来看一下义隆电的形态的格局哈。好，缩小一点，从去年7月的一个高点哈。导播在义隆电，对，再缩小一点哈，去年高点哈，到7月份曾经攻到6字头啊，6字头摔下来以后，那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等于是在50块以下啊，算是一个底部的整理的格局了哈。那目前就说我们从筹码面来讲呢，目前底部目前最起码还是一个安全的现象了哈，安全现象。那义隆电大家晓得本身是触控 IC 了。啊，那当然，行动装置现在触控面板的需求，今年还有大尺寸面板哈，甚至4K、2K 等等，未来触控面板的需求会持续增加。之外，今年最重要有一个就是 Apple Pay 推出的 NFC 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个iPhone 最重要的它的这个付费的功能，它是透过指纹辨识，所以指纹辨识 IC 义隆电也积极的一个切入，今年渴望开花一个结果。所以从题材面来讲，我们觉得义隆电今年的题材啊，这个不论是行动装置的触控面板也好，不论是这个指纹辨识 IC 这样一个商机也好，啊，题材是存在的。从筹码面来讲呢，哈，当然从4字头攻上来，近期在50块稍微有压力，但拉回来我们看，只要48块这个支撑能够守稳的话，我们觉得到农历封关前呢，啊，既然他以前都有这种习惯嘛，啊，这个封关前还有往上攻的格局嘛，再配合今天外资这个买股票买到疯了哈，所以我们相信农电啊有机会再持续的往上有一个高点的一个动作。好，所以大文哥选义隆电哦，那么浩哥呢？浩哥要怎么选呢？这么多档个股，到底是要选电子股？还是说传产股怎么选？那当然我还是选一个基期比较低的，我想是站在以会计师的角度稳健原则，我选的是力鹏。那为什么我要选择的是力鹏？其实大家特别去留意哦，目前来讲力鹏由于这个 CP 的股价这个报价是持续往下滑，所以目前来讲它股价是在以低档作为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你要特别留意哦，反而近期来讲基期买进这一家这一档个股啊，那最主要还是程序之前跟大家提到它的利差是持续的扩大。那我们提到后段的这个所谓加工师的族群哦，那它的整体的报价是往上的，但是呢上游的原料包括 EG 包括 CPO 价格是在往下，所以目前来讲第四季的利差是大于第三季哦，大概会有100块左右的一个利差增加。所以我认为这档股价是低于净值，尤其中国的这个库存调节接近尾声的同时哦，这一档是属于垂直的整合的个股，股价应该有机会表现。之外，那我要特别提到目前他除了加工师之外也经营后段最终的一些属于成衣的市场，那随着现在的抗冻衣逐渐的销售，那我认为这档个股在以目前来讲形态上是有机会整理之后再往上做攻高，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最后明哲怎么来选呢？这个力鹏涨得稍微胜率低一点的不错，蛮值得期待。那其他的呢都是80%呢，怎么来选？好，我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讲过那个启基啊，我不知道奕华还记不记得当时我怎么讲这档股票啊，但是我今天挑的不是启基，我们要挑那个在地人的公司，叫做嘉联益。因为他在新庄辅仁大学对面有一个这个工厂。那之所以选他，当然不只是因为地主的关系啦，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在于说，其实在我们刚刚这个上一个阶段题目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提到那个智源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苹果在3月份有一个新品叫做 MacBook Air，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大家最期待的，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当然是 Apple Watch 嘛，对不对？尤其是现在你看那个瑞士法郎涨价，连手表都变贵了。那既然要戴那个原本很贵的表，那个原本比较那个时尚的表，那现在变得很贵，那我戴个 Apple Watch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啊。那在这一次哦，其实在 Apple Watch 的一个部分，当然独家代工是广达哦，但是在整个那个内部的这个软板的一个部分，最主要两家公司，一家公司是日本的奇胜科技，那当然讲这个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但台湾的部分只有一家软板
船厂有接到这个所谓 Apple Watch 的订单，这一家公司就是6153的一个嘉联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今年啊，当然一样的一个道理，你三月份要出货，你当然不可能三月份才开始去做一个生产嘛，你一定现在就要开始去做一个拉货的动作。那因为今年的农历年哦，啊，那个时间放的那个时间到稍微比较晚一点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原本大家第二季二月份的一个营收通常表现都不会太好，但是我相信在整个 Apple Watch 的一个订单带动下，它的二月份营收其实缴出来成绩应该会不错，所以本益比也不是很高，我觉得观众朋友也可以去做一些追踪。好，所以这是封关倒数十七天，我们今天也选出了一些个股哦，在益荣电，然后呢，在这个嘉联益还有力鹏三档个股是专家比较看好一点点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主题哇，很多投资人真的是聚精会神，赶快要来听清楚了，陆股。大家之前说陆股怎么回事哦？十九号的时候一天就重摔，长长一根黑 K 棒，跌了7.7%，单独一天呢。可是现在后面两天竟然涨回来，涨了6.6%。好，我们来看看呢，专家说有机会重演1999年的大行情。什么大行情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这当中呢，你会发现说，哎，真的是哦，上一次跟这一次这个线型长得蛮像的，你看哦，蓝色的是1999年的，红色的是这一次的，都是这样子急涨之后呢，结果重摔一根，这边也是重摔一根。好，我们来看呢，在这个1月19号的股灾之后，连续两天反弹，上涨了6.6%。那么现在呢，各界的看法不太一样啊，有人说那个 GDP 啊，中国大陆不太好看，所以说影响到股市。是这样子吗？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看呢，去年 GDP 呢7.4%，这是创下了24年的新低。好，在这边呢是乐观一点的看法，这是谁？是大摩。大摩说什么？有机会在18个月之内涨一倍哦，这是在利润的部分。好，另外小摩说我不赞同，哎，他说会往下掉啦。那么最低点呢2500点的风险呢的幅度大概24%左右。好，现在有人又说了，其实中国 GDP 哦创新低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 GDP 越差，股市越好。浩哥，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蛮佩服三立的，竟然能够找出1999年到2001那一次的假摔事件之后再创新高。刚才明哲兄也刚才开玩笑说，哇，中国大陆还真厉害，连假摔都会学中这个韩国。我完全认同刚才三立跟明哲兄提到，我认为他就是假摔。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叫做 GDP， 现在市场认为2015难保7。GDP 下滑其实是股市上涨的最好的利基。为什么？我们先不谈中国大陆，我们先看美国。还记得金融海啸，美国的经济不断的衰退，当他提出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EG之后，你注意看看是不是道琼指数的低点往上做喷出，喷出之后震荡之后，大家认为一直说见高，结果经济没好转，持续的EG这个量化宽松政策，不断的量化政策一直喷到现在还在喷。投资朋友，经济有没有好转？都没有好转，之前都一直量化宽松，指数一直往上冲，所以你说它 GDP 是大幅的翻身好呢？GDP 之前中国大陆不断创高，中国大陆的股市走了5年的空头，所以现在你说它不好，中国大陆实施一个降息的动作，开始引起中国大陆的喷出。投资朋友，中国大陆是非常厉害的，它学习了一个经济学诺贝尔得主叫做卢卡斯。卢卡斯什么？他叫做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龙头。他有一句话，他说什么？说一切的财政政策都没有效，只有没有被预期的货币政策有效。什么叫没有货币？没有被预期的，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他要降息，事先不跟你讲，嘣一声降息，突然降息、这一招绝对有效。除此之外，印度最近是不是无预期的降息？这些动作都代表他要刺激经济往上。卢卡斯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说要持续哦，不能只有一次的降息。投资朋友，那他只要他已经是卢卡斯的信徒了嘛？那他卢卡斯告诉你啊，不能够一次，那你认为他未来会不会持续降息？我敢在这里跟你说，我认为99.99%把这集录下来，我认为他会持续降息。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一次的拉回，你认为他会是高点吗？我哎，请你录下来，我认为不会是高点。所以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假摔。那好，回过头来，我们都知道经济下滑，现在政府强烈的刺激经济，那
那代表什么？让它股市慢慢来回温。只要在没有回温之前，政策不断的持续，而股市走在经济之前，你认为它会往上走？当然是会的。嗯哼，所以听起来这个陆股真的是假衰哎，不要学韩国人嘛，干嘛假衰？我们来看一下最近陆股非常夯的，跟这个陆股联动 ETF 表现也是啊，七上八下。那么来看到上证二叉、原上证、FB 上证、保护生，这最近来说这两天都还不错，可是前几天哦有点这个落差掉了。不过上证反哦，今天倒是往下掉了。好，浩哥，我们来一个结论好了，如果手上有这些做多的这个 ETF 的部分，我现在手上有的跟空手的分别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操作来讲，沿着五日线这种强势的族群，你不要见红去追，风险会比较大。一定要认为它，比如说假衰，或甚至再有一种拉回的时候，我想其实才是真正布局的好时间点。好，所以可能要等待啊，因为假衰可能不只是摔一次嘛。之后呢，如果再有假衰的部分呢，空手可能比较适合来进场了。好，就是在今天呢，我们提供的观点。那么今天晚上感谢你收看，我是范英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铁哥，你的铁哥，你哦，这胃溃固，气血不顺哦。气血是体内的根本，就让铁牛运动胶囊打通气血，精气神一次到位。体内精气神，做事万事成。铁牛运动胶囊，快乐是自找的。快找马蒂斯大型彩金包，即刮即中彩金六万 ，iPhone 六，频频有奖。马蒂斯大型。艺术生活美学尽在台中国际家具展，1月23-26，台中世贸中心。爸爸，你戒烟，我每天给你奖励小贴纸哦。只要一贴，课烟帮你有效戒烟，一天一片，效果持续24小时。课烟贴片，烟瘾突然来了，嚼薄荷咀嚼定，效果好。艺术生活美学尽在台中国际家具展，1月23-26，台中世贸中心。Every time I step into the ring, the spirit of a warrior courses through me. Together, we bolt through the ring with vigorous sensations of speed.